妈啦，多谢你啦！佮电话卡电话吼，来个报平安。啊，即马小云住伫恁家哦，等麻烦你哦，多多照顾我呢，吼。嗯。电话甲我挂掉。韵如啊，我拜托你，有啥物话好好啊讲，你莫安尼好不？你即个时间交代伊，爱照顾吴嘉文，你佫真用心诶。宝娜只是打电话来报一个平安尔。所以是跟你斗三工，让你两个偷来暗去。韵如啊，你较讲道理好无？那换做你是我，你安怎想？你讲我无讲道理，你安尼做敢真有理？你若要叫我这个太太，你就不准跟伊联络。做袂到？这个叫做信任吗？吴家文的目睭受伤啊，我的心受伤，你对伊这么关心我呢？你敢让我感受到你对我的关心吗？我也想要关心你，要不你没给我这个机会呢？你阿伯的爸妈已经给我们，你私底下却来操纵媒体，给我们的公司受这么大的影响。在大家面头前，你在演戏，还要我做什么代理当署长？你跟我说，我要怎么去面对你啊？你现在讲的话，不是会当让你去关心别人的借口？我是要替咱翁仔某找出路。你是在替你家己找出路？你是在替你家己三心两意，找出借口？我不是三心两意，我的心里就只有你，就只有你一个人而已。云龙，咱自从未必又回来台湾，咱应该是比在美国时阵更加快乐，更加轻松。想到即摆变到安尼，你讲你受真侪委屈，那是因为你生过爱计较啊。那是因为我受委屈才爱计较。不是，那是你受委屈之前你就生过了计较啊。你计较要甲大兄、甲大嫂因比，什么人事业做较大，什么人较早生囝，什么人要甲什么人压好倒，安尼你敢无欢喜？我你妈这种大家，我就一定爱安尼做啊。我知影你是为着维护你房的困扰，也毋过无希望你变成一个毋知是非的人。你要去倒？我要去爸的房间困啦。啊，若无困在身躯边，你敢困得去？你倒在我身躯边，是你困袂去，还是我困袂去？韵如的个性是较娇啦，啊，不过伊应该做的拢无了够气啊，伊嘛真辛苦啦。卖讲你用量的，伊是毋是听会落？啊，你用量的就较无理啦。有话吼，都爱稳稳啊讲。韵如是较娇，伊毋是戆的。你起来。阿妈老早。阿母冤家吼，总是无好听话啦。姊妹呢安尼做吼，是惊恁两个吼啊倒落去吼，我困袂去，搁爬起弯啦。阿母吼，唔通有过面受啦。就算真正吼足气足气的吼，家家吼去到中道嘛好啊。一家两房吼无计较是真困难啦。啊，不过你是为着顾虑姊妹，才甲恁大家的话拢听入去。啊，不过阿嬷会晓甲你保证，志明甲志文拢是我的孙，我袂大细心。因兄弟仔吼，拢真同心。啊，会晓同心偌久吼，都爱看你同生仔安怎相处。嘉云真好斗阵，你嘛真捌代志啊，毋是歹斗阵的人，对无？你袂当让阿嬷拜托一个哦。我阁想看卖，下讲阁想看卖吼，就表示你有听入去啊。喂，妍希，有啦，我当然嘛有替你做到，我阁用真侪借口，希望林家的人莫追究你。阮即摆伫咧外口无方便讲啊，若是去予志文知影，阮就一定爱离婚啊。好啦，
就安尼啊。咱敢会当卖伫迄只冤家？我无想要甲你冤，我敢若想要知影，大嫂发生这件代志，是毋是甲你有关系？当然嘛无关系，迄是王延熙做诶。敢真正无关系？你袂当因为伊敲电话给我，你就安尼讲。伊会敲来给我，是因为伊想要知影咱林家安怎处理这件代志，伊会惊，就安尼。那你想到伊电话内面，你甲伊讲，啥物惊我知影？到底是啥物代志惊我知影？来，手机给我。我想要知影大嫂发生代志迄天，你甲王延熙是毋是有联络？我袂。安娜，你心虚哦？我毋是心虚，是安怎你这么无相信我？卡输你若无做，你啥时会惊我知影哈？你若坚持要看我手机啊，那安尼来以后都完未完？你是伫咧威胁我？我是咧甲你讲，你已经踏着我的底线啊！阿嬷的话，我会听入去。吴家文的代志，我会先等咧一边。我会跟你来参加这个联谊会，是因为我珍惜咱阿嬷母的感情。假使你若真正要安尼做，我会对你就是人。各位啊，我老骨顶空空，啊老皮未过风啦，啊恁就放我耍啦。我今日吼带少年的出门吼，就是要配合商会今年主题：活力、青春、热情。啊，若开幕的代志吼，就交予我的孙媳妇韵如，好不？你跳就好啊，我来陪阿妈。阿妈，这么多人在看，拍摄。各位，是安尼。志文其实伊上好跳轮吧，天狗对伊来讲伤过舒服啦啦，对袂？那呢，都互我来代替你哦。节目这么困难，我好心变歹意，还玉如嘛真无面子。阿妈，是嘞。安娜，你话要讲？拄才伫个会场内面，你是安怎让我这么为难？有人替你解围啊！你是阮翁，我招你跳舞，是安怎爱人甲我解围啊？志文，咱陪阿嬷来，是代表公司呢。内面遐尼侪人目睭伫咧看，你安尼做，互公司真无面子，嘛互阿嬷真无面子，甚至互我这个做太太，嘛遮尔啊歹看。拄则我已经有机会，要互你证明你的清白，结果你唔敢。你即马出来跟我讲，
顾不顾你的面子？我今麦拢大声来跟你讲，我为着保护你，我暗藏事实，违背良心，替你也出来面人暗卡。我今麦拢大声来跟你讲，你的面子，我跟你老掉了呀！手机啊，摕乎你，你一笔一笔看，看完以后，难道我还阁继续做红阿婆？对不起，厝内面人个代，你敢无想过？你敢有想过咱妈无？你敢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无，我对你来讲，就是一个这么可怜的后生。我无安尼想，对不过你就像我这款的感觉。自从这地基这代志发生了后，你也是有这款的小动作。我今麦真正唔知咩啊，搁信任你啊！我今麦真正唔知影，你搁做家己做人阿无啊？今仔日变讲安尼，我冇责任。假使我若唔是地方的囡仔，你得要替我去坐，替我去了，受这么多委屈。那拢是因为我无才调，唔才乎你一直咧维护我。我对你的爱，煞乎你变成是另外一个人。无得甲你讲了真对，你当初都不应该嫁予我。我敢若希望你即摆甲我讲你一句相信我的话，你安尼做，我感觉我对这个婚姻唔敢有期待。今仔日我总算知影，大妈迄当阵离开这间厝，有偌失望啊！我总算嘛体会到，我阿婶这么无信任。有偌彩心，你无讲我都还无想到，大妈会离开这间厝，嘛是你塞人出来的呢。大妈伊所做一切，不管哪做，我拢是为了这间厝。伊做过上过分的代志，是跟我妈冤家。我唔是阮爸，我伫个感情上，从来都唔对不起你。你莫甲你家己讲我有偌委屈，安尼你听得无？看你安尼艰苦，流目屎，是朋友之吻。你个囡仔，我甲伊袂比心。对，你就是甲伊袂比的。你安尼水，换做其他的大波人，一定是听命命。你应该好好珍惜你的太太，唔是互伊伤心，互伊艰苦。别再为了一个不要珍惜你的大伯人伤心艰苦，我可能会就不甘了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炮仔声。林志文，我一定后悔。